第二届亚洲彩虹奖颁奖典礼将喺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喺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举行噶。咁今届嘅剧集候选名单主要系嚟自韩国同埋中国两大阵营，而当中仲有新加坡同埋菲律宾嘅作品参选添。依家就等我哋一齐睇下入围名单啦。如果你都想见证住心仪嘅明星分享获奖嘅一刻，就记住要留意第二届亚洲彩虹奖颁奖典礼。